你好，我叫梁笑笑。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？哎，我每个月月头要请几天假，听说这里比较人性化，所以虽然是我第一期工作，可是我特别能干的。那你有什么特长吗？哎，我算数特别快，我经常帮我爸计数。那1111乘以520等于多少？577720。嗯，还挺快的。哦，如果公司遇到困难，你该怎么办？那当然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啦。一个项目几千万，就你这样子还想出钱啊？一个项目才几千万啊，那我卖掉几套房就可以啦。你之前是做什么的？销售员。关注我同富婆做朋友，我是包租婆笑笑。今日刘笑笑，你今次仲敢乱嚟，小心我藤条炆猪肉啊！你就是陈阿姨的女儿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有冇搞错你？足足迟咗十分钟。刘笑笑，你温柔啲啊！我讲笑嘅咋，迟咗少少咧，冇所谓噶。我刚扶老奶奶过马路，下次一定不会这样啦。老头，啊，睇下要点啲咩？嗯。喂，我最憎人大度包容啊，梁少少。啊，我话你鞋带松咗啊！喂，做咩你打女人啊？你唔睇下咩包样？哎呀！咪走啊喂！妈，这婆娘太彪悍啦！梁少少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嘅租叫细佬去收，你同我翻屋企学琴棋书画。关注我同富婆做朋友，我是包租婆笑笑。今日看看，嗯，哇，大冬天的穿人字拖出门，这人也太可怜了吧。哎，靓女，袜子送给你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放心吧，不收钱的。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我挣钱比你轻松多了。收着收着。真的不用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。拿着吧。那不这样吧，这袜子多少钱？我给你一双袜子，要不了多少钱的。不行，你不收我良心过不去啊。那就行吧，你就给我1块钱。那太谢谢你了，你找我吧。靓女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收租的。我收租的。Welcome to the广东，我是包租婆笑笑。今日老板，猪脚饭加豆奶啊。好嘅，马上嚟。唉，天天跑业务，几百通电话都没几单成交。要是家里有很多楼，月头收两天租，开家小店，等下老板过过瘾就好喽。老板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小姐。哎，过来啦！刚刚有点急事，谢谢你帮我看铺，这个月的铺租。哎，讲呢啲，我的梦想啊，跟你一样，月头收租，再开个店。月头收租，再开个店。拜拜。关注我同富婆做朋友。